好，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虽然我们仍然经历疫情，经历风雨，经历黑暗，但是没有一场的风雨它不会停歇，也没有一个夜晚可以阻挡黎明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盼望，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信心。那在崇拜之前，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来默祷。基督复活了，基督果然复活了，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一起来敬拜歌颂他的名，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在基督里。Thank you.
来祷告。哦，荣耀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纪念你的复活，因为你的复活重生了我们，因为你的复活带给我们极大的信心和盼望。主啊，让我们在今天的时候能够看见我们荣耀的主，让我们在今天我们的复活的主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主啊，虽然是疫情仍然肆虐，主啊，我们恳求你将你复活的盼望赐给我们，复活的信心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相信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我们相信你复活的大能一定能够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主啊，恳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把今天主日的崇拜也交托在你自己的手中，恳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家里面一同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求主除去我们里面的不安，除去我们里面的忧愁，除去我们里面的恐惧，让我们对我们复活的主满有喜乐，满有盼望，满有荣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把你的仆人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与你的仆人同在，分享你的话语，满有恩典，满有恩高。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是起印经文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起印经文，马太福音28:1-10。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好，下面是敬拜赞美的时间，我们要请敬拜赞美小组带我们敬拜，请弟兄姐妹在家里也能够跟着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复活的主耶稣与门徒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这是门徒们正需要的一份祝福。因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门徒们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不安和害怕。复活的主耶稣亲自来到他们的中间，给予他们这样一份平安的祝福。复活的主不受时空的限制，不受死的拘禁，他断开了一切的锁链。此时他正与每一位基督徒同在，不论我们的环境是顺境还是逆境，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从未离开。盼望这复活的喜讯能够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忧虑和恐惧，也盼望这复活的讯息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在圣经约翰一书4:9里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愿神的爱和这复活的喜讯能够彰显在每一位基督徒的脸上，
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来唱看见神的爱。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我看见神的爱，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上，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看见神的爱，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看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我看见在怜悯的心肠，在怜悯的心，我看见神的爱，我看见在你我的脸上，在你我的脸上，在每个在每每一个微笑，在每一个拥抱，在每一个祈祷，让我们都能够看见神的爱。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这些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毫无指望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白白的称义，又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有喜乐，有平安，有满足，有盼望。你将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并赐给我们永远与你同在的福乐。天父啊，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去完成你所托付的大使命，效法历史历代的圣徒，传扬福音，拯救灵魂，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主啊，求你差遣我，我愿为你去。用神的烈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怜悯，燃烧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
圣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爱救助，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一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居然可以参与到天国的事工中，这实在是极大的恩典。但愿在遵行大使命的过程中，我们更加经历你死而复活的大能，更加经历你是复活的主，更加看见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和真理引导人回转归向神。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喜安堂的牧者、弟兄姐妹、朋友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我们一起来感恩，我们一起来称颂，我们也来一同来思想耶稣复活对我们个人、对我们今天的世代的意义又是什么？让我们再一次，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创造主、救赎主，也是复活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说：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个人需要你，我们的家庭需要你，我们的国家社会需要你，甚至整个地球，我们都需要你。主啊，求你今天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世代里面，我们能够转向你，能够看到主啊，你的话语还是何等的实切，因为耶稣的复活能够带给我们盼望，能够使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死亡进入永生。主，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交给你，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心眼，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激励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题目是：我已经看见了主，我已经看见了主。经文是约翰福音第20章1到18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容我在这里把这段的经文念出来。约翰福音第20章1节开始：七日，就是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
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里把主移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看见洗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了坟墓，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在一处准确。然后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他看见就信了。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耶稣必须从死人中复活的意思，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她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对他们说，因为有人把我主移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说了这些话，他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是耶稣。耶稣问他，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玛利亚以为他是看人子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把他移回来。耶稣对他说，玛利亚。玛利亚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耶稣对他说，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到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莫大拉的玛利亚向门徒报信，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把主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们。约翰福音20:1-18。近几年来，我们都不断从新闻听到或是书本读到，像澳洲一样的西方社会越来越离弃宗教，不只是基督教，也包括其他的宗教。意思就是说，人们感到宗教是过时的，已经与他们日常的生活没有关联，因此他们对宗教不再感到兴趣。虽然这样的说法不一定正确，就好像目前在冠状病毒的日子中，更有许多人转向神，并向神来呼求怜悯。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时代的人对基督教的认识是越来越少，或者说是越来越肤浅。几年前，我和师母为了孩子未来的教育，我们去参观一所基督教的学校，打算为孩子来报名。在参观后，向我们介绍这所学校的老师最后就问我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吗？于是我就问他，到底你们的学校在课堂上有多少的教导是与基督教有关的，或者说你们到底教导了多少有关基督教的真理的？这老师的回答是，学校一般上都会在基督教重要的节期当中唱一些相关的诗歌，并说一些有关圣经的教导，
比如说在复活节的时候就会提到有关伊斯巴尼的故事，就是复活节的小兔子的故事。大家有注意到吗？复活节是在讲伊斯巴尼，而不是有关耶稣的复活。而且这是出自基督教学校一位老师的口中。这也难怪今天有许多人总以为圣诞节是在庆祝圣诞老人的生日，而复活节是在庆祝小兔子的生日。但是相信我们当中多数的人都知道，复活节是在纪念耶稣在受难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接下去的主日清晨却复活了。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宣告的是，哈利路亚，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战胜魔鬼，战胜死亡，战胜罪恶了。这个宣告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和核心。这是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结果就会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说的，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是世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明显我们是为神万作见证的，十五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是在做假见证。这就是七节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们仍在罪里。换句话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没有救恩。另外，基督复活的道理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历世历代以来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唯有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显示了耶稣是生命的主宰，他能够带领人从黑暗进入光明，也赐给世人真正的盼望。今天我想借着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复活的事件，来与各位一同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找谁呢？你找谁呢？第二个问题，你看见了主吗？你看见了主吗？首先第一个问题，你找谁呢？你找谁呢？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中有四本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而每一本福音书的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耶稣在世的言行。因此虽然每一本福音书同样都记载了耶稣复活的事件，但是他们却拥有不同的重点和强调。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他记载了天使向几位妇女做了伟大的宣告。天使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五到第六节。而马可的记载与马太相当接近，马可也是记载了天使对妇女们的宣告，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六节。至于路加福音，他所记载的天使之宣告却与马太和马可有一些的不同。路加所记载的天使之的宣告是这样的，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到六节。其实路加的这一段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然而我们今天要看的不是马太、马可或路加福音，而是约翰福音。那约翰对耶稣复活的记载非常的特别，特别是与那腐类三本腐类福音书相比之下，因为他没有记载天使做了什么伟大的宣告，反而是天使向玛利亚发问了一个问题，十三节，妇人，你为什么哭？让我再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从十三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在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她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对他们说：“因为有人把我主移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在这段经文当中，很显然的，没有天使对玛利亚或其他门徒所给予有关耶稣复活的伟大宣告，而非常相对的，天使却是向玛利亚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我们可以说非常低调的一个问题：妇人，你为什么哭？在坟墓有人在哭泣，那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而天使在当中却问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在之后两节的经文当中，当复活的耶稣亲自向玛利亚显现时，很奇怪的，他也问玛利亚同样的一个问题，十五节：“妇人，为什么哭？”妇人，为什么哭？当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可能玛利亚太过伤心，眼中充满了泪水，她没有认出耶稣，反而以为她是看园子的。你看十五节下半段到十六节，以为她是看园子的，就对她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把他移回来。”玛利亚之会有这样的反应，就是因为当他看到空坟墓时，他没有想到耶稣已经复活，反而总以为有人把耶稣的尸体移走了。所以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约翰福音的经文里面，玛利亚三次重复地提到耶稣的尸体被移走之事，在第二节、十三节、十五节。因此我们今天不能够说空坟墓能够证明耶稣的复活，因为空坟墓只是使人以为说耶稣的尸体被移走了。其实我们今天能够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只能够说，如果耶稣复活了，那他的坟墓是空的。在此其实让我们就顺便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空坟墓不能够告诉我们，或者说向我们证明耶稣复活了，那什么能够证明耶稣复活呢？我的答案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门徒和妇女们知道耶稣复活，是因为上帝借着天使向他们启示了，告诉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而在约翰福音，这里没有天使宣告式的启示，只有问题，而且天使和耶稣都问玛利亚同一个问题：妇人，你为什么哭？在耶稣问玛利亚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却另外多加了另外的一个问题：
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十五节，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你找谁呢？这是看过去非常简单，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德国曾经有一位神学家迪利基 Helmut Tillich， 他曾经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位饥饿的人看见一个店门前有一个牌子写着我们卖面包，于是他就走进店里，非常的高兴，然后就在柜台上放了一些的钱，之后说我要买一些的面包。但是没有想到柜台后的女士却说我们没有卖面包。饥饿者就说，但你的店门外明明写着你们在卖面包啊。那女士最后解释说，我们是专门做像我们卖面包的牌子的。因此迪利基说这个故事时，他说这卖面包的招牌绝对不能喂饱这饥饿的人。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到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就好像说我们找错人，我们认错人，我们找错商店，我们找错公司。当然希望我们千万不要找错对象。因此耶稣对玛利亚所问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你找谁呢？你想找的是谁呢？你可能找到你想找到的人吗？其实这问题是促使玛利亚必须更深一层的去审查自己所要找的是谁。如果他找的是一位已经死了不能再复活的人，他就会在墓园里一直伤心下去，甚至最终绝望。但是如果他找的是一位生命的主，他就不需要为空坟墓感到伤心，因为他知道他要找的这位耶稣他是不死的，他是生命的主，他已经战胜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你找谁呢？他促使人去审查到底我们对耶稣存有怎样的看法。试问今天你找谁呢？耶稣对你来说是谁呢？他是否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或者对你来说他确实是神的儿子，以致他能够从坟墓里面出来，能够从死里复生。二十世纪有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巴特卡巴夫，他就提到毫无疑问的耶稣是神子，而不是一般普通的人。因为巴特留意到耶稣在世的生命是由两个伟大的神迹所包围，那就是在他生命开始的时候是圣诞节的神迹 The Miracle of Christmas， 他在世生命结束的时候是复活节的神迹 The Miracle of Easter， 他出生是圣诞节的神迹，他生命在世上的生命结束复活节的神迹。巴特说我们在世上再不会找到第二个人的生命能够与主耶稣的生命来对比，因为他的生命就是充满了神迹。今天你找谁呢？你是否在寻找一位能够真正满足你的生命的主耶稣呢？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应用，就是我们所找的这一位是否受我们自己的观念所限制，或者说我们在找我们想要找的，我们是否容许我们要找的这一位的对象不断地在扩展
我们的视野不断更深的让我们来认识他和经历他吗？你找谁呢？你要找的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一位按你想象的上帝，一位能够听你的话，赐福给你的上帝，还是一位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上帝？今天你找的是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你看见了主吗？你看见了主吗？刚才已经提到，可能玛利亚起初太伤心了，可能她眼中充满了泪水，以致当耶稣向她显现的时候，她没有立刻认出耶稣来。十四节。但是当耶稣呼叫她的名字玛利亚时，她立刻就认出耶稣，因为那是她所熟悉的声音。于是她就立刻回应呼叫耶稣拉波尼，就是夫子老师。十六节。接着圣经没有记载玛利亚有什么举动，但是我们从耶稣在十七节所说的话，我们知道玛利亚有什么举动。因为十七节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其实这个摸在原文呢，在这里也可以翻译成不要抓住我，不要死死的抓住我。可见当玛利亚看到耶稣啊，他认清耶稣的时候，他除了呼叫耶稣为夫子之外，他更冲向耶稣，并紧紧地抓住耶稣，只怕他再一次的消失。在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对主的爱以及他的欢喜，甚至是狂喜。这种的欢喜是超过语言所能表达的，因为他原以为耶稣已断气，已经被埋葬，而且可能现在更有人将他的尸体移走了。然而没有想到，耶稣却活生生的出现在他面前。这也是之后玛利亚回去向门徒所做的见证。十八节。他对门徒们说，我已经看见了主。玛利亚已经看见了，玛利亚已经看见了从死里复活的主，他看见了那胜过死亡、罪恶和魔鬼的主。如果我们看见了主，我们的生命必被更新，不会也不能再一样了。我跟师母，我们一家，包括孩子，我们都是圣公会的会友。如果各位对圣公会有认识的话，你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是比较注重礼仪的，特别是施圣礼的时候，就是洗礼和圣餐，当然还有包括其他的聚会，我们常常喜欢使用礼文。而这些的礼文在圣公会我们就把它称作为公祷书。当我们一家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服事的时候，我们也参加当地的圣公会教会，因为那里的圣公会是属于英国的，所以他们所使用的公祷书是与我们澳洲的有一点不一样。而在英国圣公会的公祷书，在大斋节期间，大斋节 Lent 就是复活节的前四十天，英国圣公会的圣餐礼文在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他这个祷告是这样的，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圣餐礼文最后的祷告是：领受过圣餐之后，带领我们出去过一个更新子民的生活，因为我们已分享生命的粮，我们不能再过同样的生活。阿们。
英语里面说 take us out to live as changed people because we have shared the living bread and cannot remain the same. Amen. 这里所描述的就是遇见复活的耶稣的人，他已经不能够再过着旧的生活，他的生命已经被翻转，已经被更新，已经被改变，就好像玛利亚，当他遇见这位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从极度伤心和绝望，改变到充满信心和盼望。其实我们最近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最近在经历冠状病毒的危害的时候，许多国家领袖或是医生专家或是新闻记者，他们都提到我们的生活从此已经改变了。目前我们在隔离的时期啊，我们的生活形态已经改变了。那现在学校都在预备在复活节假期过后，下一周就要开始上学整个学习的方式都要变成在网络上上课，这生活形式方式完全改变了。而这些政治家、这些专家、新闻记者也告诉我们，其实呢，生活方式的改变不只是指现在的隔离时期，包括以后全球的生活方式都受到影响，都受到改变。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就连那看不见的病毒能够对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何况这一位降世为人的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却从死里复活的。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已经提到，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死亡当中复活过来。但是这一位神人，他的生命是从圣诞节开始，他的道成肉身降生开始，他在世上生命的结束是一个复活节的神迹，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说，耶稣的复活不只是一个宣告，不只是一个口号，其实呢，更是基督徒生命的经历。我认识一位牧师，过去他只是一位很普通的信徒，一般上我们说平信徒。但是有一次趁着假期，他与一些教会朋友一同去海边游泳。当他们在海里游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起了一个大风浪，而我这位朋友就不小心，他就被风浪打昏，然后就开始沉到海中，就那么奇妙。当时有一位也在度假的警察正在海滩上走，而也这么奇怪，他就留意到有一个人沉到海里去。于是这位警察就游出去救了我的这个朋友，而我这个朋友经历到生命在死亡线旁被耶稣救了回来，这个起死回生的经历从此改变了他。他不想再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他开始有追求心，他开始决定将自己一生奉献给主，最后就去了神学院读神学，读完之后出来全职的服侍主。当他被安立为牧师时，他也邀请了他的救命恩人，就是那位警察出席。相信那位警察清楚地看到这个人生命完全的改变。弟兄姐妹们，这些的见证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经历到耶稣的拯救时，当我们遇见到一位复活的主时，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的生命从此有意义，有目的，有使命。当然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否已经看见主？你是否已经遇见他呢？而这问题不只是针对未信耶稣的人，也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比如说我们在这复活节，我们在这复活节是否真的再一次看见主的复活呢？在我们的每日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常常遇见主呢？当然在这里我绝对不是说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眼睛看见主，我在这里说的乃是属灵的心眼。我们 是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用我们的属灵心眼，我们能够看见他，知道他，感受他的同在，并且每一天靠着他的大能来过日子呢？你看见了复活的主吗？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复活节的信息。耶稣已经复活，而且凡是已经看见了复活的主的人，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而是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从绝望进到盼望，从毫无意义进到充满意义。请问你今天又在找谁呢？在你感到人生道路难行的时候，就像现在受到冠状病毒所威胁的时候，你在找谁呢？其实你要找的主，他更是主动的在找你。他是那位已经胜了世界的，并且从死里复活的之后呢，他回来，他不是直接去到父那里，他回来向玛利亚、向其他妇女、向门徒们显现，为了就是要挽回他们。他就是那一位曾经在约翰福音16:33对门徒说，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你相信耶稣已经胜了这世界吗？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现在坐在上帝全能者的右边，将来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吗？你相信吗？你看见了耶稣复活吗？你遇到这位复活的主吗？巴不得玛利亚的见证，我已经看见了主，也是你今天的经历。因为我们看见了主，我们能够过一个纯心不再一样的生活。那如果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能够看见这位复活的主，我们的国家甚至全球也可以不再一样。让我们今天也像玛利亚一样出去告诉人，我已经看见了主，我已经遇见了那位复活的主，我所信的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今天在高天掌权，他还要再来。虽然我们今天在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应许我们，他给我们勇气，因为他已胜过世界，而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耶稣那样，我们胜过魔鬼，我们胜过罪恶，我们胜过死亡，我们与主永远同活。愿今天复活节我们能够遇见这一位复活的主。阿们。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刘牧师给我们的分享，让神的话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因他活着》。复活的主，我们来纪念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主啊，恳求你怜悯我们，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主啊，我们不再忧虑，我们不再哭泣，我们不再沮丧，我们不再绝望，因为你活着，你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已经从坟墓里面出来，主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从绝望的环境中出来，从苦闷的环境当中出来，从忧虑的环境当中出来。主啊，让我们的心被你所照亮，让你复活的荣光、复活的大能来照亮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属灵的灵性再一次苏醒，再一次的复兴起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的家手里面，主啊，把我们的家人都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格外赐福恩待我们。哈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起立，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道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仍然保持站立，我们凭信心领受神的祝福。让复活得胜的主赐福给我们，驱除我们心灵当中所有的忧虑惧怕，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伏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又让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崇拜结束。以马内利的神与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及家人同在。下面请大家看一下西安家训。
着